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么一个关系。我觉得场下大家都是朋友，但场上可能就是对手，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天天都在一起训练，包括像我们也要打一些团体赛，不可能就是你都是单打嘛，所以大家还有的时候你还要配双打，所以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就必须得就是犹如一个人，就这种的。